我覺得咧，啲人咧都好尊重爺爺，佢都係叫壽伯壽伯咁嘅。咁咧就佢成日同我哋講笑，成日話我壽伯，好當我係壽頭壽腦。爺爺咧就係非常之灰諧。當佢做咗太平紳士咧，咁啊即係中國人叫做周紳士。咁後來咧，家父同家母咧都係太平紳士。嗰個弊啦弊啦，我哋呢間屋一臭曬啦，因為我哋成間屋都係周身屎。香港有座壽神山，係紀念周壽神而命名嘅。喺清朝洋務運動期間，周壽神係被清廷選派到美國留學嘅幼童。讲到南区黄竹坑的寿神山，山脚下有一条村叫做新围村，村里面有一座古宅，这座古宅就是周寿神家族的故居。周寿神在咸丰十一年，即是1861年出生，他一生经历了大清三代皇帝、五代的英国君王和八任香港总督，到1959年逝世。今日周寿神的第三代后人周振威带我们重游故居，忆述祖父的生平事迹。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祖屋，爷爷就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小的时候来呢，即是那些旧时的那些门就不同了，旧时的门那些烫出烫入这样。咁而家咧就即系佢重新裝修過曬啦。而家呢祖屋咧上高咧有四幅相，一幅咧就係太公、太婆出邊嗰兩幅，即係阿爺同阿嫲就中間嗰兩幅。保存落嚟咧就係我哋而家個細佬啦，周振文啦，就同佢太太喺呢度住，咁佢哋又重新裝修過。他说这里呢就住了呢都好了一点，因为脚力都好一点。周寿臣有三位太太，生了八个女两个仔，大仔周日光就有四个仔，周振威就是周日光的第二仔，现年已经80几岁。周振威17岁的时候已经离开家人去美国读书，对于祖父的事迹认识并不多。我爸爸结咗婚啦，就佢又喺一间英资，即系煤矿公司嗰度做，咁佢咧就做代理嘅。代理嘅地方咧，即系东三省，全东三省。咁我哋嗰支咧就搬去天津住。咁我哋咧就系四个兄弟咧，就喺天津出生嘅。美国耶鲁大学一直有研究清朝时期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幼童历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周振威获得邀请出席大学举办的留美幼童后代聚会。而这个突如其来的历史寻根，令周振威几兄弟开始认识他们的爷爷，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沉寂多年的香港杰出华人领袖周寿臣。那個聚會呢就是主要呢就是由那些由美幼童那些後裔後代那些人呢去開會，即是全部都歡迎的。其他呢就有些學者啊咁啦，即是教授啊咁啦。那次去聚會呢就見到好多，即是多數都是第三代的，即是由美幼童那些子孫。於是周振威同大哥周振芳、三弟周振榮就開始咗追尋爺爺過去嘅故事。
一条宝贵的线索来自容宏。容宏是第一位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然后他回到中国帮助清政府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期间得到李鸿章的赏识。他呢毕咗业翻翻中国啦，咁佢就不嬲都谂下，佢话真系中国咁落后，点样可以中国强壮啲咧？即系有机会见到李鸿章啊嗰啲，咁就提议，就用啲学生细佬哥学生过嚟美国，由细个学，即系咁啊学，即系易啲学识讲英文啊，咁啊又读书。咁樣咧就可以中國自強，即係就翻去嗰陣時咧，希望咧佢哋可以教第啲人。容宏於是被委以重任，佢負責挑選一班資優嘅幼童去美國留學，學習西方嘅知識同文化。容宏嚟到香港嘅中央書院，即係今日嘅黃隱書院，因為當時書院裏面有英文課程修讀。天资聪明的周秀臣是那间学校的学生，他因此而被选中。即中国你不知道外国是怎样，即是不是去到美国那么远，那么就是又要签字，即是那些父母呢要签字，因为他是生死有命，即是你如果你的仔去到病死或者怎么死呢，即是关朝廷没有，即是朝廷不负责的而已。咁又要去十五年添，又去到山长水远咁远，咁嗰阵时咧，即系好难，即系选120个。周秀臣同一班幼童到达美国之后，被安排喺外国人嘅屋企嗰度居住，并且入读当地嘅学校，学习西方嘅知识。而清政府为咗管理呢一班幼童，特别喺美国成立咗一个新嘅部门，叫做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官员教导他们学习中国的诗书礼仪。当时中国男人要留长辫、着长衫，而且这一班的幼童去到美国，他们的发色和服装都令到外国人感到奇怪，甚至在课堂上要被同学取笑。而周秀臣就觉得，既然来到西方国家，就应该融入当地的文化。于是乎，他向同行的清朝官员提出了一个入乡随俗的要求。当时入学校的时间呢，因为他们是着了他清朝的官服，同埋梳条长辫。清朝官服呢就有马褂和长衫，咁咧就佢哋30个同学咧都俾人耻笑，佢就同嗰啲管事讲：我哋咧不如我哋咧就要长花旗装啦，着西装。咁咧就嗰啲管事咧就批准佢哋咁做。咁啊，有一啲细蚊仔咧就系剪咗条辫。或者有些小孩子就信了教，甚至有些留美幼童就跟了美国人结婚，就令到当时的清廷是 大怒的，就是这一班小孩子用官费留学美国，就是觉得应该是以报国回来中国是为国家效力，但是竟然是离经半道剪了条辫，还要入教又娶了西洋人。本来就反对这个计划的官员就更加以这些作为理据来到攻击向西方学习的政策，于是实行了只有9年的幼童留学计划就被迫终止，所有留美的幼童被勒令回国。周秀臣回国之后被派到朝鲜，在那里做了14年，后来又担任过洋务官员，主要负责经营国家港口、铁路、矿场，并且经常同西方列强周旋打交道。他做官做了31年，官至二品。他在美国的成绩是优异的，他回到来中国呢其实没有发挥到他那个才华。周秀臣留学美国回来，却适逢国家发生连场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大清30年的洋务运动亦都惨淡收场，其后辛亥革命爆发，
令到周秀臣的才能无用武之地。已经50岁的周秀臣决定辞官归隐，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这里是香港的孙中山纪念馆，里面有一件属于周秀臣生前的遗物。周振威的弟弟周振荣带我们去看这件属于他祖父的珍贵遗物，就是这个由袁世凯送给周秀臣的时钟。1908年呢，京奉铁路用袁世凯的命令呢，就做这个钟。当我祖父呢去任京奉铁路总办时送出来给他纪念的。当时中国各地的铁路成为西方列强的囊中物，周秀臣临危受命出任京奉铁路总办，代表清政府向英国人争取铁路的管理权。清政府一方面同列强交涉，另一方面开设学堂培训铁路人才。周秀臣同时担任唐山铁路学堂监督一职，这间学堂后来发展成为今日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当时呢，袁世凯呢就在朝鲜做事，那这班幼童呢很多个回来呢都是入了去朝鲜做事跟袁世凯，所以呢袁世凯呢对我祖父呢是很好感，他因为呢对于这个京奉铁路都尽了很多能力，所以呢当他去任之日呢，就他送这个钟给祖父去留念。本来朝廷打算委任周秀臣成为外务部参事，但因为发生了辛亥革命，大清帝国倒台，年过半百的周秀臣决定辞官归故里，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安享晚年。但是他万万都想不到，回来香港迎接他的是他人生和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回到香港之后，由于周秀臣有好好的人际网络，又能够讲流利英文，加上积累多年处理洋务的丰富经验，他的声望早已传开，香港的华商外商都纷纷向他招手，希望他出任管理层或者是公司的顾问，所以周秀臣在不少的公司都担任要职。做顾问不是真的就坐在那里 不用做事，而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政府要推行一些新政策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地方的社团里面呢去推动，在20年代中期呢就开始推行东华东院的兴建，全是靠这个周秀臣在当中呢是将这些的新的政策跟这班东华医院的所谓总理解释。在商场上得意的周秀臣，他的才干很快就受到港英政府重视。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洋人，他不用用你，他就用一个洋人就可以了，是吗？他要用一个通晓西方文化而又认同殖民地政府的政见的中国有社会地位的中国人，这样才可以使到政府可以推行他的政策嘛。奠定周秀臣在香港政坛举足轻重地位的事件，可以说是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当年香港和广州发生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大罢工，两地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响应罢工，期间更加酿成无数的死伤。当时周秀臣奔走中港两地调停，希望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将事件降温，并且协助政府和工人谈判，最后成功化解了事件。后来周秀臣获得英皇室册封做爵士。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当时已经82岁的周秀臣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那时日本仔打到入嚟啦，咁已经入
到壽山村嘅，實在即係我睇出去咧，喺二樓嗰度啊，騎樓，我睇出去，我見到一個日本兵，即係已經走上喺個長花園嗰度，就好彩佢就冇開槍，亦都冇即係冇入嚟。咁咧，我哋咧就好彩咧，就得咗東華醫院，就送一部嗰啲救護車入嚟。咁咧就裝曬我哋，即係爺爺啦，同我阿媽啦、爸爸啦，即係我哋四兄弟啦，即係冚唪唥載我哋出去。載我哋出去去邊度咧？咁就去東華銀行嗰個地庫嗰度啦。在日军政府管治期间，日军采用以华制华的政策来控制华人，希望借着这样稳定社会。而周寿臣在华人社会享有地位，出入都有日军向他敬礼。后来他被日军政府委任做香港华民各界协会议会的主席，日军更加逼他公开演讲支持日军政府。不过周寿臣就没有就范。爸爸说的爷爷呢都是很聪明快捷的，他呢当时日本那个总督基谷廉介呢就写了篇演说词，就要祖父讲，祖父灵机一动呢，他就即刻晕过去，那呢他就说，哎，我不想你们子孙遗臭万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重新管治香港。年近90的周寿臣淡出政坛，在家里享受天伦，龙孙为乐。但是他仍然被视为华人的领袖，同时也受到港英政府的礼遇。生活呢，他就都很简朴下的，实在就很喜欢花的。那呢就去行山，他喜欢行山。行山咧，佢即係散下步咁咧，或者有時諗下嘢啊，咁清靜下咧。咁有時咧，佢就會叫埋我哋去嘅。香港嘅壽臣山原名鐵坑山。1936年，英皇為咗表揚周壽臣對香港嘅貢獻，將鐵坑山改名為壽臣山，而且將佢府邸松壽居門前嘅馬路亦都改名為壽山村道。这一日，周振荣重临寿臣山，他忆述当年周氏家族的大屋松寿居是南区罕有的大宅，港督金文泰更加亲笔为他的大宅牌坊提名。寿臣山呢个地占地的面积呢有175,000尺咁大，咁呢最奇呢就是我哋食飯之前咧，佢哋一定係打個鐘嚟通知各家人食飯啦。咁咧，當時係好高興，係長輩有一台，我哋晚輩亦都有一台。今日作為周壽臣嘅後人，冇一個踏足政壇。周振榮話：都係因為祖父嘅格言，要知足常樂。格言呢其实就是知足常乐。爷爷经常教我们不要贪心，足够就好了。当我爷爷过身，我的三嫲就问我阿荣，他说你最喜欢爷爷是什么，有什么遗物啊？那我带三嫲去爷爷屋企书台，就指住我想要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引子呢爷爷教导我们，那我不如保留了它。没几多人好像我爷爷那么有即是名望，亦都跟社会做过那么多事。那我觉得做他的孙呢都是很荣幸。周振威几兄弟就同大学学者合作，编写咗本关于祖父周寿臣嘅书，里面详尽咁讲述周寿臣嘅一生。
周振威话：由于自己对祖父嘅认识已经唔多，佢恐怕后人更加唔了解家族嘅历史，所以印制呢本书，留俾子孙后人一个关于家族历史嘅回忆。阿爷死咗，即系过咗五十年啦。咁而家咧，有即系后生一辈嗰啲，当然即系唔识嘅周寿臣系边个啦。但系老一辈嗰啲咧，都会即系识得佢个名，识得佢其人。咁我就想呢部书咧，就系、是、以留嗰啲留翻俾嗰啲子孙或者后代，即系以留万世咁。我希望即系人死留名咁啊，希望咧。即係將阿爺爺嗰個名咧，即係都留翻喺度，以留後世咁咧。1918年11月14日，簡東圃、李冠春、李子芳等幾個人創立咗香港第一間華人銀行東亞銀行。當時董事局任命簡東圃為終身總經理，任命李子芳為終身經理。李氏同埋佢哋嘅后人便一代一代地承接而且管理住呢一间嘅银行。敬请留意下一集《李茂之法》。跟住落嚟系播映《亚洲星空下》，请继续欣赏。